大家好，我是小书童。今天这支影片给大家介绍四款目前市面上可以免费使用的 GPT-4 多模态模型的应用。废话不多说，第一款是官方的 ChatGPT， 网址 https://openai.com/index/hello-gpt-4o。进入页面后，点击 Try on ChatGPT 进行用户登录。这里推荐使用 Google 账号，页面弹出 GPT-4o 简介，我们点击立即试用。你可以问他是否使用 GPT-4o 模型，他的回答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。不过从更改模型选项中可以看到，目前的确使用的是 GPT-4o。第二款是 Po， 这个估计大家比较熟悉，网址 https://po.com/。登录后，在右侧搜索栏中直接搜索 GPT-4o， 下方会出现很多预设机器人，选中第一个打开。从简介中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阉割版的 GPT-4o， 每天可以进行10次对话， Po 的接入速度一直很快，可以持续关注。第三款是 https://u.com。登录后，在右侧下方选中 GPT-4o， 便可以直接开始和它对话，使用也是非常简单。第四款是一个谷歌浏览器插件，叫 Merlin， 打开官网 https://www.getmerlin.in/ch/cn， 点击 Install from Chrome Web Store， 然后点击 Add to Chrome， 开始安装插件，添加扩展程序，安装成功后注册一个账号，还是推荐使用 Google 账号。完成后出现使用向导，使用快捷键 Ctrl 加 M 可以快速呼出插件，在右上方可以选择想要使用的模型，可以让 AI 帮你干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小书童，关注我，进 AI 微信交流群，一起学习 AI 和编程技术。